欢迎网络电视玩家朋友来，我很欣喜的。咱今嘛倒转来，咱甲吴国安老师吼，啊，咱今嘛进行到第三段。顶礼拜较歹势啦，啊，因为咱这个电脑吼，啊，都有时爱赛性低吼，赛性落低安尼吼，脾气无好安尼吼，迄个还小顶一下啊，小改善一下安尼吼。唔、是姓张就姓蔡，啊，咱即下第三段呢吼，啊，搁要继续过来讲者，拄则讲到迄啰下骹嘛吼，顶冠，嘿，顶冠下骹嘛，下面，啊，恁不拢东西南北，嘿，东西南北甲中，东西南北就四方吼，嘿，对，中，中，吼，中，中央，东西吼，东西，行东西走南北，趁钱稳当当。咱台湾日头要出来，迄边叫做东平吼，东平吼，东平，等于在迄个平里吼，东平啊，简单讲东就对了吼，东。啊，啊那安尼嘞？嘿。东方哦，东远也是东方。东。哦，对对，问题来啊。东平啊，应该是东平吧？唔是啦，你即摆是要讲读这两字啊？哦。东方也是东方，啊对啦，这是问题，哈哦，这是问题啊，恁怎么知哦？东方，是唔对啦。东方就变中国话，东方，东方是为东边吹来的风啦，嘿嘿，东风，空气来风啦，嘿，唔是这里风。哎，指这个是方向嘛，吼，这嘛唔是方向啦。东方啦，哦，东方哦，因为这里读文读，哦，文读音，这里读文读，吼，文东方，哦，叫东方，东方啦，东方，东方，嘿，东方，嗯，东方是亚洲啊，嗯，咱家亚洲，嘿，咱这边是亚洲，是东方哦，东方，啊，嗯，啊那东方啊，嗯。东方边咯，东方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东方是东边那边个，那方面，那方面啦，东方。东方那方面，嗯，你的国家伫个对，我的国家伫个咯，东方那方面，嘿，啊，咱家是属于东方啦，东方的文化，东方，所以来咯，问题来咯，以台语来讲，你若台语不来，你写安尼，你是吼，要红读的东方，还是要红读的东方？嘿，东方，东方。地位你才注音，注罗马字，头先你本字常常注罗马字吼，对，要不你就无法度了解。啊，你都规气啊，规气拢改用罗马字来表达啦。啊，无恁两个拢同款的时阵，你读的人功夫若无到遐，就。啊，一本小说吼，你读个东倒西歪去。这问题就是这个汉字的这个叫做过滤，吼，汉字的过滤啦。也汉字什么过滤语嘛，吼，过滤语。所以过滤你写安尼时阵对无？写安尼时阵吼，事实伊是两个字啦。当是当。但是咱咧讲的是一个字啦。一个字啦。变来安尼。哦。啊，那一个字的时阵是东方，啊，两个字是东，哦，东哦，所以这汉字的时阵是较费气，是较费气，哦，这款问题吼，所以现在日本文就是有这个问题，日本文有这个问题啦，台语吼，咱想讲有这个问题啊，你若无法解决，不要紧，啊那，你比讲啊那是，啊那是吼。无真适当的时阵吼，可能你任其中的一边，其中的一边，可别东方还是东方任一边，你个改用罗马字写，啊，但是就解决啦。对，啊，即卖罗马字安怎写咩？哦，来，那是东方啦，吼。你们那个讲应该是东方用罗马字写较适当，用东方，哦。这样的是算啥？老少爷啊，东方。我是讲东，
东方。在东方哦，东方啊，东方的。啊，东方的下一个东方啊，好。哦，嘿。东的用个汉语个下东方。东方。啊，在东方。哦。应该是无问题啊。只要对罗马有开的咪，就有法度读得着啦，无问题。好啦，安尼后边咱若讲东方甲东方，咱就用罗马字改写一遍，啊，另外迄边就足顺利，就会当读出来嘛，对无？过来哦。有一个区别啦。过来有一个中。中央。中央吼。嗯。中央。嗯。嗯，中央。中央吼，这是两字哦。嗯。中甲央。还是一字字。中央啊，中央。表的本表的表的音嘛吼，啊，你啊，这个读中央，嗯，那中央嘞，嗯，中央是总统府啊，嗯，行政院啊，嗯，哦，中央就是较高层的诶指挥系统的所在，算算中央，嘿，你迄个时你无过迄迄中央啊，啊对啊对对，那是中央哈，嗯。这个问题跟刚才我们说的东方跟东方是同样问题，哦，同样问题当然同样问题，你就是中央去解决，中央解决哪里，任何一边也解决哪里，事情就解决了，吼。啊，现在问题是中间，嗯，中间，中间，啊，跟中央，中央，中间。但是你如果坐那个台北的捷运，吼，台北的捷运的广播，嘿，我们要落车的人客，吼，嘿。注意，吼，月台的空隙，中央，中央的空隙，空隙，我惊一个月台中破一隙去，注意中央的空隙。伊要讲的是讲，迄个车甲月台，中间，中间的坎，中间这个暗头甲车的所在，迄只个一个坎，一个坎啊。讲来怕，爱讲月台中会空隙，要惊死人。月台中半台，这空才大。吼，但是中间就是两个物件，吼，只有两个物件。暗头甲车厢中的，迄个空，你脚唔好落车，你的脚全咧伸入遐内底去啊。那是中间啊，中啊，中是指。两个喏，一个空间内底，迄个中央应该是爬起你到月台顶悬了，中央有一空，一只大空，啊无就是你车厢咧行的中间，中央有一空，一只大空，唔拜讲爱注意中央的空隙。对啊，中间吼，啊中间，嗯，哦，这较简单咯，中间，中间个中央是。无啦，伊迄啰接运的吼，人家提供宝贵的意见，你嘛无要听啦。伊接运是阮兜的个。哦，我捌甲伊提出真侪宝贵的意见呢。嗯。啊，唔捌在听呢。讲迄啰边南大平林啊，啊，伊讲起话讲太平林嘛，啊，都唔对啊，太平啦，太平啦，啊，伊讲太平林。哈哈哈。啊，你讲太。哎，听茶对啊。啊，不对啊！我安尼讲，嘿，啊，伊就讲太平林，啊，太平林，啊，就太平拿上错啊，平，嘿，太平拿，对啦，这个这个，这些是发音的问题啦，哎，不是发音啦，嘿，但是伊安尼照字安尼读啊，甲阮客话安尼讲，迄差天差地啊，完全两个迄落啊，我家提出宝贵意见，就咱咧讲的，这是讲这。即你要安怎写，安怎读，吼，个问题啦。是。啊，语言上头有一个角度，啊，讲唔对吼。嗯。讲唔对就惊死啊。嗯。讲对。哎，一顿擦高笑呢。啊。过来吼。咱比讲吼。嗯。啊，台湾吼。嗯。台湾。嗯。但你比如讲，
台湾是一个海岛，吼、哦，嗯，啊，台湾是一块岛，吼、哦嗯，台湾是一块岛，嗯，吼、哦，啊，唔是讲一粒岛，那是讲一块岛，一块啦，一粒，啊，一块啊，一粒点吼，粒表示是圆的啦，哦。啊，一地是长的，一地是不一定啦，长咯长咯，是规则啊，不规则，一地啊，哎，一粒一粒多，嗯，一地啦，哦，一地多，嗯，一地，嗯，台湾是一地多，哈，啊，过来，台湾是多，啊，南边是太平洋，嗯，应该较无问题咯。嘿，无问题。你像单边是太平洋，吼，这个问题，噶这个平你来听啦，吼，你平你那里准都可以啊，吼。啊，过来，啊，西边，嗯，西边是台湾海峡，嘿，哦，在西边台湾海峡，这嘛应该无问题，只要海里那种，大部分那种捌的啦，吼。哦，这嘛西边，他妈那么是这个平的问题来听啦，吼。哦，啊，过来。南平隔海，嗯，南平隔海，隔巴士海峡，巴士海峡是，怎么表示啊？南平呢？啊，南平隔海，啊，隔巴士海峡，嗯，是菲律宾啊，哦，对吧？我已经，啊，不要买，干嘛变日本？对嘛？你看这下头壳无无，我互你考倒去，我头壳无转，无无甲伊洗转来呢。是菲律宾的吼。嘿。北平嘞。北平嘞。北平对。北平到咱迄个家人诶迄边嘛。唔是讲台湾的啦，讲家人，你台湾唔知北平是家人，啊，台湾的北平嘞。台湾的北平是啥？你当我是要去佚佗诶？啊？日本啊，琉球啊，琉球啊，台湾的北平是琉球啊，不是日本咯，跳过琉球才到日本去的，对不？哦，啊，是琉球了哈，啊，过来，啊，台湾的中，中啊，中啊，咱台湾的中啊，就是南投啊，台湾的中有一粒，内地啊，内地啊，台湾的中有一粒，嗯。迄落什么？迄落土宅啦，伫玻璃遐啦，讲的是台湾啦。嗯，而且山唔讲讲讲的土宅，一个塔，一个塔。嗯，哦，这个中有一粒关关的山，关山，嗯，叫做玉山，叫做玉山。嗯，哦，这么问题。啊，这也未使讲玉山呢。玉山。爱讲玉山呢。我讲。台语内底那是用伊名词，名词，吼国语名词啦吼。啊，比如讲你丁妹吼，国语名词，大概拢读不同音。哦，大概拢读不同音，读迄落鼻音咪真少。嗯，所以玉山的读玉山，咪读玉山。哦，玉山，玉山，吼都未使读玉山。啊，都无人咧读玉山，人嘛讲玉山。因为伊迄个用迄个汉字甲分名嘛，用汉字分名，所以叫玉山哦。啊，即下只是讲，中有一粒悬山叫做玉山。嗯，即内底大语文咧写有问题，就是讲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是讲一粒，一粒，一粒，迄粒粒。嗯，那个粒是要用一粒两粒的粒吗？对啊，啊！你自己读个念，啊哦，啊！迄个山嘛一粒，啊米嘛一粒，芝麻嘛是一头啊一粒，一头嘛一粒，啊！啊嘞，啊一粒馍啊嘛一粒，芝麻嘛一粒，一粒烧饭啊一粒，对，啊不讲伊，系啊，即嘛这个粒。一个馍啊，一粒米嘛是一个粒，啊一粒玉山正大个嘛是一粒。伊文字组织来讲是有缺陷，安尼是有缺陷。哦，譬如讲伊北京有时啊嘛是北京一粒迄个芝麻，安怎讲？一粒芝麻。一颗啊。啊，一颗芝麻。啊，一太阳嘞。
一颗太阳。一颗太阳，反正嘛有这问题啦吼。嗯嗯。这问题啊，啊，但是咱阮要求讲吼，哎，讲得过讲啊，吹毛求疵啦吼。哎，这林吼。会当用就好啦。那山啦吼。嗯。山爱落盖。是，我有直觉上的一个想法，是讲，台语讲一粒山，迄个粒里吼，应该是这里，应该是这里，哦，好好，一粒，一粒山，一粒山，就徛伫遐的，立在那里，应该一粒山，哈，应该一粒山，不是一座山，因中国人是讲一座山，一座山的意思安尼。啊，那别讲啊，这里里边差个里坡，就开始了，啊，无就用这里，哦，好好好。顶啊，搁加一个山顶的山里，啊下骹搁一个立立，啊落一粒山。对对对。哎，安尼较有距离，安尼有距离，安尼较通哦。对。吼。啊，我是讲安尼吼，可能介许，敢会感觉讲，一粒出来粒啊粒。嘿，芝麻嘛是粒，啊玉山嘛是一粒，安尼。一粒日头啊，日头嘛一粒，青青嘛一粒，安尼。介距离。嗯嗯嗯。对啊，咱最主要就是讲。迄啰，互咱安尼看起来，一个看着知影讲这是啥物意思，毋免阁经过讲，啊，着头壳着爱阁九弯十八弯安尼，啊，读较足忝的安尼啦。吼，啊，安尼咱的台语文呢，毋但会较紧会当，互人吼普遍得来使用。吼，啊，要讲要顺正讲咱的文化，啊，咱的灵魂，还阁要甲伊继续去存在。啊，即马咱台湾的迄落台语，都真做迄个选举的语言尔，选举他较听会到，啊，若无选举，就较听袂到安尼。啊，今仔足感谢咱海内外乡亲时代，甲咱收看咱啊，访问网络电视啊，甲吴冠老师共同探讨台语的这个书写呢。啊，咱后礼拜五同款阁继续进行嘛，吼。好，啊，感谢各位。